手臂的肌肉不是这样子用力哦，手臂的肌肉不是这样子。你看你这样子它是变高，它是收短的，它是收缩的，不是。打出去的时候肌肉是延长的，延伸的。你看它是变长的，它是变长的，它是包骨头，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看不懂。所以你这个你的肌肉可以越长，长短之间的那个距离空间越大越有力量，看不懂。所以在练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在拉肌肉 拉长的感觉，就是在用了嘛，就是在用了，你有没有懂？有没有？我这边打出去握拳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死掉了收回来了，拳打出去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这样有没有懂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肌肉你看肌肉变长，肌肉你摸我，你看你们在打你们握拳的时候，这边的肌肉变成这样子了，它是收缩了，力量就回来了。你看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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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看不懂，这样子。